我以前经常给我妈在这买菜。这地儿太味儿了吧。买点水果啊，姑娘。那是卖什么的？卖海鲜的，一会儿我们去看看。哦。我买点菜啊。嗯，要买菜啊？买点什么？哎，老板，这个怎么卖啊？这个啊，行，便宜，那你给我称一点吧。哎，行行行。这怎么一堆一堆的？啊，3块钱一堆。三块。我来吧。哎，便宜卖了，来一堆啊你。3块。哦。一堆。啊，5块钱两堆也行。哦，好。装。这些啊，谢谢，可好吃了，你回去赶紧吃。慢走啊，这捡着便宜了你。你干嘛呢？3块钱一段，捡便宜。小伙子，这甘蔗带露水的，可甜了。10块钱一块，来一块。哎，哎，谢阿姨，谢阿姨。哎，回去慢点。回去了，阿姨。谢谢阿姨，你不嫌沉啊？哪吃都是你的。嗯嗯，又了不起了，真值。再吃点。嗯，那你也吃。嗯。老婆。嗯。干嘛呢，老婆？放进微波炉之前，记得把盖子打开。晚上不回来吃了？万一呢？我怕我回来晚了，让你饿肚子。我怀疑你早有预谋。放微波炉里记得叮30秒，会吗？不会。不会的话，就自己点外卖喽。我不。那，柜子里还有鸡汤和螺蛳粉，你自己热着吃啊。老婆，我跟你去剧组吃盒饭。龙少爷，你就放过依依姐吧。老婆，不是我能当群演啊。龙二哥，你另寻出路。哎，别呀。